签名三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肩膀啊，来，谢谢。要不要拍照？要不要拍照？拍有气氛点比较好看。大姐，我跟你拍。毛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的关系现在不大适合在这个场所让人家知道，因为自从呢，我跟你已经不是，就是开始很多人给我拍照，我不能够让他们呢对我没有希望，好吧？你懂为什么？去年的红星大奖是大我又去，你等我讲完可以吧？因为我是演员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张谦，对不起。嗯，对对对，大家好。哎，张谦，其实呢，你能够有今天也是凭靠凭我哎。又关毛小姐什么事？哎，因为你知道每一次你的戏一播，我就跟你录，你的影迷一来我就跟你打点了，所以我算是你的 PR。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跟你结婚的这30年，就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，我的影迷的那些信，本来这样多了，到后来呢，没有。你要谢谢我，我把那些没有 potential 的全部去掉了，剩下这些是大。我是找影迷，影迷是要一堆一堆的，不是找你朋友，你朋友就一个一个的，你把我一堆堆变成一个一个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，那些呢只是 international 的，他们很快跑掉，这些都是跟着你一辈子的。毛小姐。我真的有点毛了，告诉你，跟你讲话。嗯，没关系了，你回家，我再把你以前拍的照片给你看一次，你又开心。好了好了，走。每逢星期一到五，晚上9点，八频道，记得收看。记得收看《再见单人床》。看了啊，OK。